也有好一部分朋友我都认识了哈，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敬酒仪式。我们初次见面的朋友，我们大家一起来配合一下好吗？我在台上喊娘，你们在台下来喊正，可以吗？安哥，可以的哈。那希望呢，你们的正呢，同样不要让我失望。你们的正呢，能带动今天晚上的场面，越大声越好，好不好？那首先呢，第一杯酒在这站，则代表今天晚间的双方家长以及女性人，在这站要感谢大家的光临，因为有你们的光临，才使今天晚间的场面呢，声色不少。也不忘呢，祝福在场的嘉宾客们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想什么就得什么了哈。你们的声不要让我失望哈，让看我的手势就知道了哈，不要左派哈，我们一起来，一起放，那边的声音没有听到的。那我左手边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好不好？把整个场面搞到轰轰闹闹的，好不好？来，还有两杯，再加油哈！好，好事成双。接下来呢，第二杯酒，先代表在座的亲朋戚友，先祝福女性人，先祝福他们新婚快乐，永远的恩恩爱爱哈！来，再加把劲，我们一起来，这样子就是对的哈。好，无三不成礼。接下来呢，第三杯酒，这一次呢，要代表在座的亲朋戚友，要祝福的新人，这杯酒相当的重要。来，我们问主人家好吗？新郎哥的爸爸，来，这杯酒很重要，要祝福你的孩子，祝福他什么？早生贵子。啊，有听到吗？啊，你就说长子的哈。爸爸都讲出口了，新郎哥要加油，好，让我们的公太做啊位，那公一位要早点做公太，对吗？公太了哈，太公了，来来，新郎哥，我们一起来喊腰，台下的喊正哈，好，我们试试看新郎的中气够不够，来，我们在台上喊腰。台下的同样喊正哦，要够够力的，来一起来，新郎哥，一二三，呀！女方的家长先就坐，有请男方的家长先留步，来，请就坐，谢谢。在今天晚间，我们的男方的家长